We are one. We are X O N. 今天有个好消息告诉泰国的观众朋友们，就是我们下个礼拜 X O 呢会去泰国跟大家见面。感谢你们一直来对我们的关心还有支持。对，能够在泰国和泰国的歌迷朋友们见面，我们感到非常的开心激动。因为这一次是我们 XO 整体十二名成员第一次一起去泰国宣传，所以我们准备了很多，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多多期待。对，7月28号我们的签售会和 XO Mini Live 也会相继举行，希望所有的歌迷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度过欢乐的时光。那么，泰国的歌迷朋友，再见。